步步虔诚，礼敬一拜。相隔五年后，约1500位雪隆慈济志工和民众三步一拜，方向精准，透过朝山修持自己的身心。这次我是第一次朝山啊，当龙头啊，当然多多少少有点压力啊，有时会有点分心，差一点点就会好像慢了步骤啊，步骤不一样，你就后面就乱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虔诚，就很专心咯。雪隆分会志工排列成三条动线，最后在金丝堂玄关前汇聚成一众，象征着滴水成河，凝聚众人的信仰，礼敬佛陀伟大浩瀚的智慧。就我觉得刚才那个过程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啊，但是大家都还愿意去完成，可以体现出来这种团体美啊，不管有什么艰难都过下去，就因为要完成这个法愿这样子啦。佛教朝山注重个人自我关照，摒除傲慢心，培养内在的品德，锻炼对佛法虔诚的信仰。今天当我跪下来在地上的时候，我身体哦其实是贴在地面啊，好像彻底的放下一切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带不走啊，就好像在佛经里面有讲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朝山朝到我们差不多要到铜门前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其实那感觉那一刹那真的是感觉到师父是在我们身边了。佛教徒朝山以身体作为修行的道场，日日时时抱着同样的心态落实在生活中，那就是迈向清净自信的努力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